他从小被照顾过，他其实就是很多拟人化动作，他也愿意接触人、啊、嗯。现在两个坐在一起，嗯、可爱。说这个，他们为什么有几个朋友，有人就对他们的照顾有一些意见。嗯。嗯。有精彩的照拍。对。大家也知道说，就是光线。对。两个坐在那里。两个就这几天天热，都是窝在那。嗯。另一个跟吃饭的都坐在那里。对，你昨天玩水，今天才不玩了。嗯。还蛮有意思的哈、哦，而且水都不喝。对呀、啊。就你觉得没差吗？没差。对。都一滴。嗯，你看两个，在那边玩。嗯。啊，你今天找到好位置。哎。不住了。